Steinway & Sons 主办的 Steinway & Sons 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是音乐界的国际盛事。这个比赛的目的是要普及音乐钢琴教育和发掘有艺术潜能的青少年和儿童。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参加实体的比赛，而今年的比赛会和以往一样分为专业组和业余组。为了令更加多小朋友可以参加这个比赛，今年业余组还增设了3至4岁和5至6岁的组别。这两个组别只要弹两首合共5分钟或以下的自选曲目就可以参加比赛的了。希望小朋友小小就可以获得表演经验，同埋获得由 Steinway & Sons 颁发的第一张比赛证书。另外，近年多了很多金龄人士开始学习钢琴，但是坊间一直都没有一个平台可以给他们好好发挥。所以今次比赛就增设了专为金龄人士而设的组别，希望他们可以在一个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开开心心地参加比赛。今次比赛的奖项非常丰富，每位参赛者都会获得参赛证书，而冠亚季军的得奖者亦会获得丰富的奖金。在这里再提提大家，早前参加了我们通理音乐庆典钢琴大赛的参赛者，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独家优惠。记住报名时输入你们的优惠码，7月31号就截止了，快点一起来报名了。